好，开。不要开。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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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叭叭叭叭叭叭叭。小雨在哪里呀？八点呐，小雨。好蜜蜂啊，小雨。好来了。怎么是我？啊、你自己要站在那里的、啊。我只。Hello，Hello，爆炸了，爆炸！哎呦，哎呦，好开心啊！我一点都不开心，我不开心。为什么？哎，跟我们玩游戏，他都不开心。啊、为什么这么郁闷？因为巧克力欺负你。没有，他这是这是。他是疼爱，这是疼爱，这是爱的教育。对我的欺负是收放开，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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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听了吧！天啊，unc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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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那我再带来一首海绵。可以不用了，可以不用了，可以不用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阿布是很爱听，阿布是很爱听。蚂蚁，你还没登录？好啊。那你要被杀喽！你要被终结机喽！要被终结机，被终结机。太快了，你们会卡卡的吗？还好，刚刚一进来一点点，现在还好一点点。你要读，你在读图啊？我看看，哎、哦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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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怎么？满意三分钟介绍。哦，有，对对对对，三分钟介绍。还剩250秒。大家好，我是满意，我有惧高症。回头，回头，看向这里，看向虚空。嘿。我去高层，我的天！这个辅导创意呢，就类似歼灭跟王国，看向虚空这里有没有一样分两队对决？那获胜条件呢，就是获得到指定的分数就可以赢了。那获得分数的方式呢？我们今天玩国王，还是你们想玩国王，还是那个啊挖核心？什么国王？哎呦，繁星忘了祭司模式啊！那我们就。打国王，国王我也没玩过。好，我已经好久没玩这张了。获得分数的方式呢，就是把对，有点类似那个王国之战，把对方的国王，也就是祭司给杀死，那你们那一队就会增加分数，1000还是2000？1000。对，那家里面也有核心，如果家里的核心被挖掉的话，那国王就会疯狂的扣血，就会呈现那个中毒状态。嗯 ，OK， 所以你可以挖完核心，让国王。中毒然后发狂你就过去趁虚而入，对，那关键的就是杀国王，对，那可以看到这个地图有没有两边中间都是空的，因为呢我们要自己创造自己的领域，我要创造飞过去，嘿，看到吗？我是觉得你看后面应该看不太到啊，这里这里这里，嗯，有没有两边中间都是空的，那我们过程当中就会创各种的岛，那就会慢慢的连接在一起，那岛呢最重要几个关键的、啊、你听听就好，等一下会有你的队友来创造、啊、好，几个关键的就是加分岛分数呢，它有加分岛的话它就慢慢的增加分数，就除了打国王之外也可以用加分岛、啊、另外呢还有一项是绿宝石岛，就可以收集你们的绿宝石资源，绿宝石可以来买各种的装备， OK、嗯、对，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是力量岛啊，回血的西瓜岛啊，都是很重要的，西瓜瓜的，嗯，跟着队友一起走就没错了，好吧，嗯，大体上就是如此。那等一下有问题再跟你的队友 social。我们今天11个人，麻衣那队可以有多一人，有，好，好，是0.5的战力。那就让我们来准备随机分队啦。OK。随机分队，分起来，分呐、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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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手爬爬，分呐、啊，好像可以哦，还行，好像是吗？行哦，你那边有作者吗？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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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试试看就知道，你差一个就是妹子组了、欸，哎，就知道啦。试试看就知道了。你这个笑，他有点抖，他有点抖。我没有开心吗？你们确定吗？开心的不得了啊！你确定吗？对啊，
就欢喜耶哦！哦，你开心就训练班做高工哦。好酷训练班辅导班。如果那个波波换掉就更好啦。问他、哦。没有，有了波波更棒。你没有，你没有，你刚第一句话才定真。那波波没有，波波没有。那波波来我们这组吧，我们七打，我们七打四，七打四耶，七打四耶。啊，我们中间来一个什么岛呢？等一下我给你我们的稿子，你去挖核心。我们来流一堆水啊！啊，真的假的、啊？流水水，真的假的？碰水会中毒，对不对？啊、真的吗？没有，那个就是要一直游来游去的，那好像有点可怕哎、欸。哦，可能有点麻烦。原来是先不要打、啊，中间不用打，还是泛舟的部分。好。好，然后祭司就随机喽。OK， 好，直接随机起来。来硬的模式，祭司模式，那就这样子喽。好 ，OK， 各奔东西，拜普，加油 ，No，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主导不调下，主导啊，靠背。等一下，我被你加到，我被你跳槽了。你你是不是间谍？没有，我被你跳槽了。脚滑啊，掉进洞，腿软啦。我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哎、欸，怎么这样？什么意思？我是红色还是蓝色？红色，你要 tape 啊 ，tape。OK， 我看到了，耶、yeah ！哎呦，谁是杰克？是杰克。哎、欸，我很久没玩这个了呢。没事，大家都是哎，来、欸、给我钱，我记得你不能进，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哦。对。Hello。魔枪不是可以存吗？我就没玩。行商岛是我们等下可以放的、喔。对，你现在可以放了。我可以放，我要放在门口还是放在中间？现在放门口可以了。放到放门口。暂时。嗯，我们啊，这是什么？好，放门口了。好。不，有没有食物岛啊？还没买，我只有买绿宝石而已。发光，纯露，加速发光，种族，祭司核心是我可以帮你们放这个、哦、还是什么？对，这边缺一颗核心。OK， 我手上拿着一颗蛋呢、欸，这个是什么？他说这个是战神祭坛。那个我们每打架岛还是打架岛？没有，我每个岛外面都会有一个方块，你蹲在那边放下去就可以。可以冲到边边会有一个地狱石英，然后你还有这个压力板，要出来，来我教你压力板，需要个压力板，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压力板来了。啊，种族是不是要先选，还是先不用？可以不用选。啊，好。哎，我们怎么这么多吃饭岛？吃饭岛，我们人多嘛？是。哦。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这东西就是放上去，然后踩下去。超多吃饭岛，等一下，三叉戟是不是插了就？哦，靠呗！我忘记了，我忘记了，我忘记了，我忘了，太猛了！不是我，哎呀，哎呀，我想说三叉戟怎么好像拿不回来？哎呀，对不起，我忘了，我太久没玩这个地图了。你在卖萌啊？哎塞！我打补位，我打补位了。哎，这个就好了吗？啊，放上去，放上去。这边，你要蹲下来。哎，好，蹲下来。这边这石英桩点下去。这个。对，你要拿蛋，用蛋对石英桩点，点石英桩，点侧面的。侧面，他屁屁，侧面，什么叫侧面？这个角度，点下去，右键，右键，对，然后压力板可以放上去啊，然后踩它，踩上去，
对。哦，原来是这样，我懂了，我懂了。这个模式地堡石一开始就可以花了。哦，好哦，我要去花了。我忘记可以干嘛了。啊，他导师随机对不对？那导师看你买了什么样的蛋。大祭司正造收工资。对。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存要存钱还是什么的？你就只能在这边买东西不是吗？哦，然后这边可以交易买东西啊。对，功不能附魔哈。嗯，对。啊？啊，封死？封死是我要给你们对不对？不一定啊，看你要不要给啊。啊，道具封死就要自己带着。道具哦。另外一个道具封死是那个防雪球的。哦啊，守护嘞？哎呦，忘了。守护的话就抗性二啊。啊，力量就攻击啊。有缺什么神殿吗？没有。缺什么神殿？有加分？地宝石啊，比较缺一点。加分的有盖了吗？还没。绿宝石，绿宝石。哦，绿灯表示可以换，这是不行换了。对，目前没有存东西，所以不能换。不能换。好。装备商店是用买的吗？这些东西是用买的。对。嗯，保护。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绿宝石，所以没办法买。对呀、啊，没办法买。铁矿，酷啊！队伍核心，嗯，好。家里二楼那个附魔祭坛是两倍速度经验的。哦，难怪，能够给那么多。家里二楼。对，家里二楼。嗯的哟，然后敌人随时会来哦，桥搭起来喽。哦，好。哎，这段时间桥是搭起来的。哎、欸、啊，对哦，这个 QA 上面不会消除，没有不能消除，这边消除都不是王国。你要放到合成栏，合成栏就可以那个了。对，放合成栏一个可以消除了。哦，这是你设计的、啊？我预设没有啊？没有，预设没那么好。没有，原只有两个。啊好用，赶快，好多、哦，你们回来太多了吧？还是四个？捡，哎呀，咦、欸，我不能换装，我能拿盾跟剑跟斧这样子吗？不能放副手，好。所以盾牌可以拿，但是要拿九霄。好，了解。发现很不方便。对，小雨来了。小雨，好了，我装备了，我要打架了。有人要力量跟守护封死吗？什么？我好怕他桥突然消失哦。桥消失哦，桥消失。他消失的时候有警报啊！哦、oh. ，好，我走了。警报有多快？我只有30秒时间。哦、oh, ，还行。分数岛是什么时候可以盖？现在的吗？分数岛应该可以盖，现在可以盖啊，但已经盖了，可以盖了，对方已经有分数了。哦、对啊，我说我们要不要盖啊？要啊，但是我没有铁啊。哦、有中间有捡到铁，记得存起来。哪有吗？你身上有没有很多铁？有，要存在哪里？你靠近铁，你过来，这边、啊、这边比较快。你点右左下角的铁锭，左下角啊、哦。好，要点虚浮特哦。对方五个人都只剩一半血。有。他们是全部都那个的吗？对，他们都矮呀。那我问一下我的魔枪什么时候会回来？啊，魔枪那个900秒吧。还是600秒的样子，哦，这样子就有哦。还有没有压力板？啊，痛啊！哦，我要退。OK，我懂了，我会了。还有没有压力板？
有，在哪？在干嘛？的装饰在门口左边。商店可以买，商店可以买。商店哪里？或者钻石钟可以买。外面商店或里面商店都可以。你就直接蹲下，然后点左键还点右键，那个钟把它拉出来，然后点左键。右边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们红对宝石绿宝，那就是我们的宝石。对啊，那是共有经济。哦，OK OK。哎，窟窿是要用钻剑打对不对？窟窿，我记得用普通剑打是不是会反伤？要用钻剑打没错。钻剑、弓箭、钻石剑、钻剑。哦，我没有打，用钻剑打。用钻戒哦，哇，哇，怎么开的？钻戒，钻戒。封石在身上就可以了吧？不用拿出来吗？哎，你拿在身上就可以了。哎，杰克，这封力四了。那太快了吧？那这给你封力二，跟这个，封力一击退一，横扫一。好，好，原来我反正我现在前面也没事，我就前面都多推一点经验，对吧、啊？有事情来找我出去打架，就像我第一次玩那个一样。不是啊，就不知道干嘛。按摩枪就是，我是想说，我想说，好，我想要回去商店，不行，进商店，好，我就外面商店买，我想说拿买个钻石装，我怎么不能穿钻装啊？好，算了，拿个盾啊，不能拿盾，什么都不能，你只能徒手拿盾。哎，我身上快有一组牛排了，全套宝山，哇、哦，这么快啊，好快啊，因为绿宝石都你花走了，对不对？没有，右边还有19个，你们尽量花，尽量花。我刚刚要买装备的时候，发现只有3颗。对，我刚刚看只有3颗。我有保持在他们一定有3颗，一定有人可以买到装备这样子。稳定有装，稳定有装。对对对对对。快去！这旁边这个是战神岛，对，战神比较偏一点啊。然后战神可以放中间一点，要出发去打敌人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还可以再买一个、哦。哎，大祭司正遭受伤害。没事没事，我只是跌伤哎。啊哈，脚扭到了，脚扭到。不行不行，你的身体很尊贵。他很勇，他很勇健，多勇敢啊，勇背啊。你的身体很尊贵。嗯，万万不可受伤啊，脚趾头也不行啊。尊贵不凡，尊爵不凡。尊爵不凡。书柜的话是要等之后有900秒会出伤人。哦，他用什么东西？多少？太重了。20个绿宝石。20个绿宝石啊。对，差一点。怎么？我们上面有一个窟窿，那个是可以打。啊，没有，那是我们的守护者，守护者，他是守护神，你不要打他。好，我会保护他的。哎、欸，那现在中间没有倒，他都会出伤人吗？会啊，会啊。他像是掉下去会自己往上飘起来。哦，不用担心啊，他不会死的。我要站在这里开吃。我在这里等牛排掉下来，好开心哦！这是我这辈子的梦。眼睛张开就有食物可以吃，很棒、欸。然后这绿色的地方才会有牛排可以吃啦。好，是分数岛这一座，就这样。旁边好像还有吧？有看到了。我们要不要先接到中间一点？等下商人出来比较不要，大家中间会同时有出空调啊。哦，好，那等下中间就会变成战场啊。我看到对面祭司在哪里哦？还是也是在、啊、对面祭司、嗯？祭司有长得不一样吗？穿金装，穿金装，穿金装的吗？我看看，嗯。
可是我看他们在生那个怪在打哎、欸，他们是在那个怪是定点炮台哦，定点炮台，他近视啊，嗯，没看到哎、欸，没有看到哎、欸，我看到都是穿蓝色的，嗯，你对他有想法是不是？我帮你看啊，有啊，在中间啊，我没有想法，在中间啊，正中间啊，正中间在发呆啊，正中间在发呆。哎、欸，对，我是不是吸金压到楼上会比较快、啊？对，对啊，那我去楼上吸好了。哦，他们正在建岛，往我们这边靠了耶！没事，等下被他们盖高高的，我们就完了。嗯，对，没事没事，要先盖高高的，让他们玩了。我在家里九侧的绿宝石神殿有放一些宝山的装。哦，宝山的装、哦？对啊，宝山。哇，我已经宝山了。宝山啊，没有，因为 要矮人之间会跑比较快啊。我现在是矮人。矮人哦，什么是矮人？矮人是矮人是职业。现在还有这种东西哦。嗯，看一下啊、哦，矮人是啊、擅长资源及生产。那请问技师可以选吗？哎，不行啊。他提供挖矿加速跟经验攻击。哦，好像很强哦。嗯，怎么就此我忘记了？到商店里面再用书本。哦。哎呦，所以会有隐形的兵哦。有，可它是挖掘减速 啊。哎，哦，就是一直打免洗刺客那种。聘金不足。其实都挺快啊。没有。我要拿二十、嗯、哦，都要拿钱。他大舅还蛮缺铁的。哎，其实我有37等的，不是该付一点东西给你们、啊？那个中间可以买20个绿宝石哦。好好，先去抢那个吧。走喽，走喽，走喽，走喽。敲。你们带绿宝石吗？我带了，我带了，20颗。爸爸来了，爸爸打架。我只带了20颗，打架喽。商人在哪里？叉子，小心叉子！我怎么没看到商人？哦，他们死一堆，他们死一堆！商人在哪里？我把那个……这怎么挖掉啊？忘记了，我把恒星挖掉。好啊，不行，女人已经退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现在路面的血应该比较少一点。商人了！哎，我们在西瓜岛。我先退，我先退，我血不多。西瓜岛，西瓜岛来了。我是，有我拿到书柜了，我拿到书柜了。啊，好。路易斯啊，路易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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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们是不是比较痛？我记得。对，他们现在力量二吧。我先回去，我先回去，哦、我拿到书柜了，我先回去，不行，我不能再死掉。快走，快走。我插个标枪啊，我插个标枪。哎、欸，拿到他们的装的话，是不是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书柜的话，放家里那个二楼的祭台会比较好一点。二楼祭台，好，家里二楼。他们的装备太烂了吧？然后20个只买了一个书柜，买一给你，这给你。没有，他丢在中间，他会变成一个 Q 出去 ，Q 出去 ，Q 出去。这里。哎，哦，不就是这样吧？没错吧？不是吗？哎，不是书柜 Q 在上面吗？这里。哦，被啪到了。哦，斯巴拉西。十八系啊，他们的装这些怎么办？你在哪里？哎、欸，我在这边，我在商店这边。他说：“哎、欸，我有个鞋子附魔的，给你。他们刚刚鞋应该不错啊，因为矮人的生产力比较高一点，但是矮人的加紧，我在吸引他们注意，走，你不怕瞧不见哦？”瞧不见都会那个提醒，会提醒。因为我走了，因为我你走了，你我看不到路，我看不到路。走了，走了，差距剩你了，跑。好黑。快走，我掩护你，我掩护你。
为什么刚刚有失明啊、哎、他们就做了什么他们那个中间那个中间那个岛好的关系哦中间那个岛那个要敲掉要敲掉哦好去敲掉这样今天植物都被分走了哎、欸、那我下去吸好了我刚死我掉了我掩护他我掩护他哇我把小核心啊这样不好挖哎、欸，我们还升级了吗？我们铁升级了吗？要升了吧？分数岛是什么时候可以再多啊？分数岛不知道。你要问作者，作者，作者在吗？祭司在问作者在吗？好，好，我等一下再回我，等一下再回我就好。好，我现在当矿工，我附魔装、啊。我现在保四哦、啊啊，你死了，水哦，你死去了。哦、所以我是我装备变铁的是，我会慢慢晋升就是了。就我们他当然就越多，他装备会越高。哦，啊、真的啊、哦？啊？他们怎么村民那边跑来跑去呀、啊？对啊，在中间打中间的村民啊。哦，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代代代代代，一代代代代代代代。我先挡住啦。金宝石跟加分技能，我都又买来一些。好，我可以帮你放个。看要放哪里？这里吗？哎呦，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我放边边一点吧，怕等一下他们直接来偷。桥是不是要断了？对，好像快了。对，快断，快断。180。刚三十秒。断了。啊，断了，没得过去了。我把想要去偷摸的。我的羊毛多久会给我一次啊？30秒。哦，有了。身体啊，都有剑。好，升剑，升剑。把他拖走。都给你们。蚂蚁可以放这边，没人呢。可以放这里面装、啊、备那些什么的、哦、真的、哦、哎耶真的耶好耶拿东西放一放好多不要被对方发现就好了嗯好啊我有两个隐形兵啊我们吗 我想要过去但是现在没有桥啊看 tab 血量可以看是不是隐形兵我想过去但是现在没有桥 tab 血量只有两颗金哦血量太少那种就是隐形兵啊有发现对方有隐形币的话，就稍微防守一下 OK 了。哇，小技巧。三四的，我想摸过去。摸。隐形币的血量比较少哦。对啊。啊。我还可以花10块钱买一点吸收的吗？就是、他们盖岛吗？普通的岛屿、哦，他们盖岛哎，他们盖一排的那个巨石土的。嗯嗯嗯嗯。我们在打人上面打架很麻烦，看不到。他感觉是想要防守啊。现在要把核心挖掉。我们需要盖岛吗？还是不用？要啊，就要啊，盖接过去吧。不死克星是，好好好。我怎么盖这个啦？白痴啊！你为什么盖了一个？门，你在这个，我不是更怕了。看你们要，不，我们会赢的，我们要有志气。会的，有没有哈气？哈气很强。我有一把耐
耐久三，魔力三，燃烧二，横烧之刃二，三。哦，那我们的战神，那你要不要叠这个风三？风三绿二，繁星，小心繁星，小心，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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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打过去了吗？打过来了，过去了，已经开打。我的我的，快点！你等 ，sorry。他等他等他领薪水，我来上。你别傻，你别傻，给我上。喂，最后你，你看我什么无啊？喂，我唔知咧。喂，杀喂杀！我无捡到杀啦，我无捡到。阿蚂蚁有冇捡到？没有哎、欸，我没有捡到。要把上面的枯工打掉才能挖下面的核心吗？不用。不一定。不用，就挖比较慢一点而已。哦。没衣服。他们是不是很靠近？他们很靠近的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只是一直用弓在干扰。很用弓哦，用弓，很用弓哦。蚂蚁，不要靠近！哎呦喂呀！羞羞，哎呦！滑下去啦！滑到陷阱底下了。我走，不小心走到虚空了。妈，他们来找你们！我在家，我在家，我刚好滑回来，我刚好全发光啊！这全发光，放太久了吧？我觉得不行了。哇，我们没有铁了。对，真的吗？我们没有铁了吗？其实也消耗铁啊。啊，算了算了，我正常的打好了。就你们每死一次就要四十个铁啊，就重新要选职业，职业会少一些。哇，你们压过去了啊！有，我觉得我你的被动一点，好惨哦。你们有没有什么装备要付的可以给我？没了，没了。你就红装拿一套上来给我，然后帮你们付好了。反正他们要打过来，我们就再反击就好。因为现在感觉他们那边攻进去很难攻。隐形下去偷挖他们那个分数岛嘞。哦，我刚才试过了，刚刚手很紧，手很紧。哦，有人进来了，有人进来，送头的，送头的，耶！宝石胸甲尖刺二，有人要吗？哇哦，哇哦。我现在需要，我比较需要武器。武器我这边没有，这边宝石先给你。鞋子啊，好。武器我等下做，我等下做。买鞋子给他。啊！啊！法法还免洗啊？那免洗的话，我们的技术会越来越强吧？问题是那个伤害就被垫高很惨哦。你说会有那个？你说天使反击吗？幽灵是那个吗？你上来就被垫高，你就只能选斗酒了。哦、oh. ，那我们也去拍个免洗啊，如何？我们干个免洗啊。啊，你说干扰干扰的？你要什么？一直冲！我插个三叉戟过去好不好？可以啊，我插三叉戟。他又来了，你要再等人。哎、欸，他自己有鞋子，等下给我。哎、欸，这丢了丢了啊！那个本季捡到了，本季走了，本季。丢了，鞋子啦！打死了，我打死了。我剑剑剑啊！我说剑，刚剑剑丢。剑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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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八八来打吧。刚刚打我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因为我垫高下来就其实也没差。繁星要鞋子。对。哦。哎哎，祭司走过来吗？还是什么？谁走过来啊？刚祭哦，祭司一直在靠中间那边。有露米啊，露米！啊，这套给你，这给你。会复活，以方而献出力量是什么意思？装备掉阶啊！献出你的心脏。嗯，杀杀给哦！太残忍了，太残酷了，太残忍了，残忍的。我们是良好市民，他们一直打我们。太难过了，打过来，呜呜呜呜呜呜！对呀、啊，太难过了，呜呜呜呜呜呜！打的我们不要，在等我的武器。
武器吗？武器我刚不是丢出去被本机吸走了？哦，本机死了。没有，我把它丢给他一个反击啊。那在反击，在反击。我合上去了，你要吗？白痴，我等级上不去啊。另外一把了。好。我等级上不去了、欸。因为我下一个人，所以他等级就下降。不死个性哦，不死个性，我把他当不死怪打。好。哎、欸，巧克力来了。巧克力那个要隔一秒打、啊，我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隔一秒打？可以，就是打完的是他无敌一秒。哦，对，他有无敌一秒，是不是？哦，我知道那个职业。小雨掉下去了，教他，哈哈哈哈！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哦！教他，哈哈哈哈！要吃饱哦，大家要吃饱哦。有，要吃饱。哎、欸，你小心哦！哎、欸，哈基，小心哦，小心哦！哦，哎、欸，跑！跑！现在很忙，哎呦修啊！我发现那个中间箱旁边的岩浆会烧到，好痛。对，嗯，小心。本机，你这岩浆真的是很恐怖呢。对，岩浆太凶了。哎、啊欸，小心，你玩的被烧了。哦，繁星，繁星要死了。要吃东西哦，要吃东西哦。你烫死给我看，我吃给你看。赶快回血啊！不是你在岩浆里面回血，就是你要出来，那出不来，那出不来。我带你去自杀，你过来，你过来。死亡陷阱，我带你去自杀。你过来，不要啦，要怪，不要了，大哥，我错了。啊，我觉得他们已经。掉你星星，我要过去了。没问题，我去帮你吸引仇恨。嗯，爸爸迷失在岩浆那个岩浆上面，好可怕哦！两个人在那边啊，哇，算你的哎、欸！嘟嘟嘟，烧死你！哎、欸，怎么没有烧起来？充满着哎，太交易，舞蹈博士。吃巧克力！我看一下拆他们分袖岛了。好，现在我们分袖岛应该也可以盖一盖。阿金，好，阿金下去了。没事。有没有东西可以把它拉上来？阿金，小心一点。没事，我知道。你装备完了。那下去是上不来，除非有人用石头把你带回来。如果东西 Q 下去，它会到我们家，对不对？对，他只不是进岩浆吗？我看你那 Q 了下去吗？这里是黄色的，啊、黄色的。我下去了，小心啊！回家时，我是不是买不到这种东西？买得到啊？没有哎、欸，没这个，没有啊，没带到身上啊！不行啊！拆巧克力之后，你在讲说什么？火烤西瓜。我已经摸透他。要不然隐约看你们现在，我已经烧死回家了。对，烧死回家，现在哈基不是还在吗？对吧、啊？把哈基拉出来。等一下、哦，回归时上不来。所以本机是不是快到了、啊？我自杀了，对、哎。哇！掉一件裤子而已，掉一件裤子。发光了，又发光了。我再看看，不能再挖第三个啊！不行，挖不到。掉一件裤子还行，还行啊！挖两颗核心，有战刀。你就过来啊！小心，快点！为大祭司献出心、啊欸。我也去免洗喽，我受不了了。好，中间有那个啊，免洗是不是？我来了。我觉得我蹲经验好像现在没什么用了，还是可以用装备啊。没有，只是因为我经验会一直被你们扣下去。哦，就可能只能用叠的啦，不太能用直接三十人付。买个回归石好了，回归石多少钱啊？20颗绿吧。啊，可是我装备这么贵，还是买高了。他半血以上才能用，半血以上啊？对，然后你快烫死再用啊！哎，不行。一烫的烫都马上要用了，对，一进岩浆马上 right now。还行，那个
那个预备箱那边还有多的装备吗？我刚说我要免洗。哦，你要免洗是不是？对，我受不了了。哎、欸，要不要干脆接另外一条路直接过去啊？对，我觉得这条路小雨会射啊，所以我一直在想啊，那一个人盖，我去打，不合。好，我去盖一般的路。我们吸引他们就好了。我去盖一般的路。他们一定对我掉以轻心。战神，你不要打，你不要打，你打的话，他们打人更痛。好。哦，他们是要用骨头去找隐形兵啦。不用担心啊，现在没有隐形兵啊。20颗币，好贵死哦。Q 出来就可以用，是不是？对。会不会 Q 出来在岩浆里了就？哎、欸，不会。OK。他及时了，我也可以烧掉。片刀，片弓箭，吸收箭矢。一下，哎，我们钻石这么绿宝石这么多，我们可以今天用吗？好可爱哦！啊，该拼一波了。好，我来了。好，哎呀，好，买爆弹。爆死他们！你、欸、后面有那个，没事，他打我不痛，他还送我装备，真好，他送了个保护室，真好，太好了吧？太好了，赚，收起来，当传家宝、啊。他们没有那个，我来冲了，没有，爸爸又来了，东西可以强化，我们有没有爸爸又来了？嗨，我要接上去了、哦、啊！我掉下去了，啊，被秒杀！嗨，先掉下去。你一直叫我杀你，对不对？巧克力的装备也太强了吧！不是，是我们一直杀人吗？是因为我们一直杀人，他那个会秒人，他的直接会秒掉那个杀人。离开！爆弹！哎呦，有听懂吗？没爆。懂。杀人数对加成。他上来就加成发光的那个职业啊，他也太强了吧！这个是要隔一秒钟才能打那个，用烧的。哎、欸，我的刀嘞？哦，算了，没关系。他开始。你的刀渴望鲜血。不是刚硬哦啊！有个急退的，我想要把哇被击飞走了，有没回家的啊？你在哪里？哦，我中毒了，等一下。你回来！哇，击飞太远了吧！真的有点焦。三叉戟，撤！哎、欸，北七啊哇！哇，这样血要怎么回来啊？就要等那个效果过吗？哎、欸，对，嗯。小雨，你怎么挖战神打、哦？他叫我过个血才回来。效果过了，他们杀过来了。一个一个要到家里二楼，哎、欸，我得到家里二楼了。救命！我西瓜导射标枪哦。好。哦，好痛！哎、欸，过去。哎、欸，怎么没有爆？不知道哎、欸，我射在那个战神岛那边，有效吗？哎、欸，退啊！都退吧！我丢个爆弹，好，丢！你就炸死一个，炸死一个八八！他们其他血啊，小雨有吃战神的那个效果。我刚想回去拿稿子啊，可是我挖掉了！哎呦！巧克力完全打不痛啊！要隔一秒打，隔一秒打太快，不然就复燃烧，只能复燃烧了。你要拿解决盾牌，然后慢慢等。我只能复燃烧了。他第一刀也是没有扣血，那他的装备真的太强。啊，我下去了，太强了！哇，好强哦！可以选第二个职业啊，第二职业攻击会再被垫高一点。
第二个职业，好，我去试看。蚂蚁退哦，没人哦。蚂蚁退哦，前面人来了。好好好，我知道，好好。巧克力来了，巧克力来了，巧克力来了，各位。好好。诶，啊，家里没提电脑。你这里啊，完全没有了。不设标枪啊，一样西瓜。我用弓箭干扰他们啊！小心，小心，小心！有人要一套装吗？有武器吗？都附好，都附好的，都附好的。缺武器，缺武器。不可以。武器左下。左下。啊，我的裤子怎么这样？对。宝三宝四的装，看有没有需要。我现在有，我现在全身宝三。哎呀！啊！小心！东西也回来了，哇，那个好痛哦，真的，哇，打过来了、欸，啊，打过来了，啊，这个击退真的有点痛，他的装备好硬哦，东西被挖光了，家里箱子啊，核心被挖光喽，核心被挖光了，可能要继续再补一下。我觉得需要用击退的方式把它击。有，我刚刚本来有一把击退的刀不见了，不知道被谁拿走。小雨的装也很硬哎、欸，他们两只都是那个是不是？巧克力跟他的装都好硬哦，打不痛哎、欸。哎、欸，用烧的是不是他会一直触发能力啊？无敌无敌。好像是。不会，上次试过了。哇、差一点，一直想把我踢下去，真的是哦。哇，巧克力装也太硬了吧！哇，小雨我也砍不动哎、欸，我已经锋利四了，但还砍不动。我也是锋利四啊。我去做装好了。Animo， 哎呀，摔死了！哇，我妈摔死啊！哇，装备全喷了、啊，只要摔到自己的那范围都没关系，可以捡回来。嗯，在前面，在中间，我们在前面。黄色的话就没有了，啊，中间直接不见了。不见的话就是伤到对方家。哇哈哈，哇。哇！需要弄一把击退，没有到击退三，好像就小雨。我靠，小雨的装是怎么回事？是推不走。不是，好硬啊！锋利是砍小雨一滴血，一两滴啊，就很低。对，对啊。这装备怎么回事？全保四啊！全保四，我也没那么硬啊，为什么？还是有什么职业又可以加成？快点消资源！他们继续来，他们继续在西瓜岛。快点！嗯，消去了，掉下去。战火一触即发。嗯。露米来了，露米来了，有吗？他把刀推回去了。他在刚我们战神。他这个比较烂一点，来招二。好，好，他们都来了哦。嗯，完了，我是不是弄错？我回一下，我回一下、哦。嗯，感觉需要弄一只禁忌出来，不然真的是跳一下。ow ow 什么？烫死一刀死是不是？我还没有转完中线，他要发现我。
巧克力又来了，又来了，坏坏。兄弟们，我掩护你们。没有，你没有射到他。我在干扰他。没有。啊！他砍到我了。他砍到你了，兄弟，加油！兄弟，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分数塔应该都还在吧？还在，还在。我刚刚都补。还是我们在绕过他们的那个瘟疫岛，往走往左绕一个路吗？哦，往右绕一个路才对。不对，但是我们铁都没有。嗯，稀缺。哦，小雨变弱了。他果然刚有职业。哎，露米冲出来了。小雨是。啊！被打下去了！啊呀！大哥们，大哥在忙啊，大哥们。有够硬，真的，真的，砍下去完全不扣血是怎么回事？哎呦喂呀！先把装备弄起来再说。哎呦，有伤害药水吗？特爷，有那个不是吗？只有力量的那个塔而已吧。哇，我去一个岛屿才盖得到。如果有就盖吧，的话应该可以。小雨来了，小雨来了，小雨来我们往我们家东西了。他进去缺什么？奈克。哦，奈克加五加五，哎，请尽量，请尽量，保四保四，哎、欸，巧克力、哦、接过来了。好、啊。等一下，这个岩浆是不是用本机盖的？岩浆？这个岩浆。我是盖右边。右边那个仓，跳跳塔吗？那个。对啊。啊，弓箭手太烦了吧。分数一直被拉近哎。嗯。啊、哦。所以代表我们分数祭坛可能有小盖啊。对啊，我刚刚补了，刚被挖掉一个，不是 Sky， 盖不是补。哦，了解。快快快，看一下，你们回去看一下。那我一下缺铁，盖不出来。我刚才又存进去的。掉去，掉不掉去，掉不掉去？不是，有，我盖一个一宝石啊。哎呦喂！我退一下，我退一下。啊，我这么硬哦。嘿嘿嘿，左边也缺一个核心。左边。好。哎呀，那叫天！哎呀，哎呦。哎呀，哎呦痛！哎，好痛！32个铁钉不够。小雨，不要拉回去了，不要拉回去了。啊！死了！啊！我也掉下去了。你也差不多。呀！我现在绿宝石。卢米过来了、欸。啊！装备全喷呢、欸，哇塞！可是他今天很棒，很棒！哇！哎、欸，杰克来！嘿嘿嘿，怎么了？啊，分数，来西瓜这边，西瓜这边，不要动！可是我现在要等30秒，等一下哦。哇，还是掉在那里面真的是很亏。因为出不来啊，除非你有那个20钻的那个回家石。哎、欸，我觉得20钻我们可以多花、欸，你们绿宝石这么多。可以啊，你可以不用白不用。对啊。亏啊！用吧。外面的哦，我刚放的那个守护者。加油！加油！
哦，守护者想出来打、啊，祭司想出来打、啊。音乐越后面一点，你后面有羊毛，你后面有羊毛。对对对，音乐快不行啦！啊啊，小小，啊、去被爸爸的魔法杀死，他怎么杀死你了？摸一摸一揪。我、哦、好软哦，好烦哦！哎呦，小天有带到飓风石啊、哎！有点凶啊，巧克力。克莱，还有我太软了，我太软了。克莱，分数，嘿嘿嘿，在另外一边。我要去送头了，我要去送头了，受不了了，送头了。好，巧克力从右边来了，右边，右边上面，跳跳塔那边。他又掉一个那个了，没有没有，刚放的刚放的刚放的，哦，我要等30秒，我羊毛刚放完，你有没有攻啊？还什么的？哎、欸，小雨打进来了，他打进来，我来送火了，他打进来了，我干嘛要给你们加油？哎呦，这个是什么时候有？结束游戏啊，到几千、啊？几分？是几分？一万分吧。如果就没有调整的话，要吃精灵果喽。哇，直接扔我哎！哎呦呀！他追你，他追杰克，他追杰克。哦，他狂丢你耶！他在找我吧？他挖了一个，两个。他被炸死了。点他东，点他丝，点他包。他包没喷。哎呀，亏。感觉我们偶尔也要去阻止他们的分数了。嗯，我刚刚把我分数全部挖光了。哇，好帅哦，帅哦，这么猛啊！啊，我们这边有两个，你有挖掉那个补吗？杰克，补了，补了，刚补了，刚补了。感谢你。小雨在，小雨在那个我们战神岛那边，他们有补一些了，但是应该还没有补满。我们的也被挖了，我们也被挖了。看上面那个核心扩展，我说有一些那个扣血，就代表也被挖掉了。嚯嚯嚯嚯嚯嚯！我靠，我死了！你死了！我刚刚在门口被毒死。燃烧剑呢？啊，燃烧剑！啊，太痛了，嗯。不是燃烧剑不痛，是他的刀很痛，是他的刀很痛，好痛哦！战神喽，战神喽！他又在挖了，炸死你，炸死你，炸死你！两刀哎、欸！哎呦喂、欸！我刚刚是大概20滴血吧？哎、欸，又他们死了！男队怎么死？你怎么死？不是我，是他们！有人在偷偷摸进去杀哎、欸，好猛、喔！哎呦，好猛、喔！本精灵好猛哦、喔！我只会想那个技师过来打我啊，结果就把他打回去而已。哎呀，丫头，哭啊！结果就在后面，怎么摸进来的？那个核心，要不我们的分数打补一下？好，我补。我要看巧克力在哪。我先躲一下。对，而且很危险。哎，再来的话就危险了。西瓜岛这里还有一个、啊、需要补。我继续偷摸他的核心啊。好。哎呦！呦！我们有人用比较强的弓吗？还是也都没有？那个握手选，有人选天九的话，可以得到强第二的弓。天主是不是？对啊。奴米不会打架、啊。有，他不会啊。对啊。他不会啊。你刚认识他。空中把他打到快死了。小雨炸死了！小雨炸死了！小雨炸死了！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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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谢小雨。他有哪里有血？了我看到，我看到了。哇！我靠！我宁愿跳下去，自己加。你愿！哇！台湾的铁定可能要多一点哦。
好，我先躲进来好了。啊，我死了。拿到铁钉的话，不要往外面冲啊。好，应该这样冲才对。铁钉没了。右边合金几乎都被挖光了。哦，我补没有那么快，我三十秒才一个。真的。被挖掉还蛮快的。OK， 打开一下右边哦。小 K 右边那个高叶跳台过来了，有人要跳台，后来帮到他了。哎、欸，他要跳那个了，右边的。没事，我在挖他们的心。巧克力下来，巧克力下来了，巧克力来了，绿宝石这边。好好，是啊，这个帮我挖掉啊，分数塔的。他在挖东西，他在挖东西。那个爆弹，快帮忙，快帮忙！看到小 K 就丢爆弹，被烧死了。现在小 K 在哪里？死了，被他死了，被我杀了。那小 K 也丢爆弹了。那个蓝色的，帮我挖掉一下，谢谢。哪里？有没有挖掉了？繁星挖掉了。小雨在家里面，我不能跟，我真是不能跟他们对干，装备太烂了。装喷光了。我用炸的。天、嗯。保安的绿宝石剩下160啊，还可以炸很久。有人在慢慢烧死，好可怜哦。小雨在西瓜岛，小黑在哪？帮我看一下。哇！小黑在哪？可以帮我看一下吗？中间前面。目前没看到。看到。小黑在瞄准。本机，你刚刚在哪遇到巧克力的？在右边高一跳台。好。哇去！我不能跟他拼啊。他现在只剩下一点血量。谁？哎、啊，看到巧克力就拿爆弹丢，对。好。分数怎么又被他好近哦？又被他好近了。我有去敲。啊，我们的有一些被没有补完，一直都没有。对啊。有一些被蓝队的。你们自己要带稿哎、欸。你们自己。我也带一些稿好了。我挖。挖掉一个，还有哪里？啊，他在中央，他去西瓜岛那边了。他是那个独角兽，那个头被炸死了。啊？为什么？他回血耐了呢？天啊！哇！他金苹果也买齐了。对啊，哇哦，完了。打爆了、啊！救我！不要一起啦！啊啊！不行！他死！小雨在挖，不行！哎呀！要极限缺铁！对啊。没有啊，我觉得你们有可能要买一些羊毛，羊毛一个20铁，20铁的铁不够啊，所以没有买。哦、对啊，矿工吧，矿工也可以补啊，可以用矿工啊。哎呦，这天啊！他们杀进来了。啊，我的剑没了。要死我！哎呦，又真是这样
哦，两下就死了，他的刀也太痛了吧！啊，像鬼一样，真的都是鬼。还在西瓜岛那边烤，别放了。他说打完回血，打完回血，打完回血。右边高塔巧克力，反我现在在挖他们主导核心，大概十秒钟会可以挖掉。好，巧克力要攻进来了，从右边附魔区。又想挖，又想挖。好，挖掉，挖掉。看一下发光都米的位置在哪里。他在回家路上。他回家了，他送回家了。啊，小黑送回家了。嗯，他把他打掉了，我是铁牛喷的。现在主要是找露米啊，看露米在哪里。哎呦，是你们在炸吗？对，炸弹有时候都有用，有时候没用。要距离比较远，小彩包。他太近不会爆炸。回来了，就 Q。我可以在西瓜岛。他在西瓜岛。啊！我死了。啊！快快快快快！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家。我们当了你家的，走来走去啊。他有本事啊！还要走回去了。啊！可恶。他有本事这样走来走去，没办法让你把东西捡回来，我很抱歉。而且后来我就没拿到三叉戟了，为什么？啊，1800秒之后就没有三叉戟补发哦，这挖不掉啊，哭啊！身上这么多箭矢也没办法前行过去。那个十一次之后，自己画面看得到剑士，但是别玩家看不到。这其实没差。好，那我试试看。你要先哎、欸，巧克力又在右边挖过来啦，那个高台一直被。哎呀，哦，高台反被利用了。好，我先暂时障碍一下。还要贴、哦、他就一直挖掉两个分数，两个分数这样挖掉。对，我在挖我们分数了。好，巧克力还在挖我们的、哦，还在挖我们的分数。是吧？要打掉。真是没有人拦得住他。哎呀，哭啊！哎、欸，他现在不会斗酒哎。不是啊。哇！他回去了，他回去了，哦、回去了。那看有没有要写那个64铁的天球，你说克他哦？克他，他现在伤害是很高，铁不够啊，很亏，很缺。我刚才已经又被打掉了，铁不够，死了。啊，我身上有22个铁，我存进去。我存铁。嗯。我再偷偷进去挖他们家。因为你被发光了哦，因为等下再冲哦。我还没出门。他们冲一波是不是？他们好像要冲了。反正我就是绕开巧克力。哇，已经差1000分了，就分数一直被阻止，够可怜了啦！不要再过来了。我靠！那是不是丢到玩家没有用啊？太近的话就没有用啊！我被包了。你在哪？啊！我要死了。No！ 可恶！没成功！
没办法，太强了，太强了 ，QQ， 他那个强化真的是差太多了，真的，那个忍耐下去，那个真的打不痛。那、啊、奇怪，我忍耐下去，我也是全到宝石，为什么？哎呦喂呀、就是，为什么？两下就死了，为什么？哎呦喂呀！我们要记得是卢米安的，好，卢米安，卢米提卢米进来，为什么 ？QQ。觉得是发法案的，为什么那么硬？为什么？啊、其实也只是就全套宝石啊，你们应该也是吧？我也是全套宝石，但是我也是选那个印记、啊。嗯，然后我还有那个、啊、就跟那个 Lumina 力量模式。啊，是的，所以我换力量模式，力量二跟抗性二，然后全套宝石。难怪打不通，该、应该石头哥给你们，然后又忍耐，又是忍耐，有没有？哎。对啊，对啊，别东西保释，他这风力还在去吐血，就傻眼哎、欸。对啊，打小野是、欸、那个天使打那个祭司还没修，太没有痛，很痛。卢米瞬间被那个卢米本直接蒸发。对啊，本机不是，本机不是。我不是啊，我是啊。是吗？啊，他怎么那么痛？单纯是卢米不会打架。哦，哎，误会啊，误会啊，你的错，是卢米，原来是我的问题啊！哎呀，好不容易打回一波，卢米怎么又死了啊？本机场那应该氪金应该是什么特别的？很痛、哦，原来不是什么特别的。哎呀，误会，单纯打回，误会，单纯不会打架，很难过。哇，紧张哎，这场。被妹子打，前面卢米瞬间被蒸发，对啊，卢米前面直接那个一千分直接被打掉了，我的天！然后那时候我们原本想说，让方法就是一直冲，也是最后用天使，然后就盖了中间那个路，他就一直跳到岩浆里，我就走中间大马路正中央，然后就是走旁边，然后一直跳到岩浆。那个能走吧？那个能走吧？然后他自己也掉下去，掉下去都绝望了。掉下去没有回归时，真是。嗯，不要买了一把拔蜡，然后钛金都没有用，气死我了。对，有啊，是炸小雨还是炸到了？我明明就贴进去了，结果还被炸到。我就想说，哎、欸，哈基要炸，那我要直接靠近他，结果砰，直接炸出。为什么？你这个距离对哈基来说还算远，他想要跟你更贴近。Oh, 我比较瘦， oh, 我比较瘦， oh, 我跟你之间比较远， oh, 我比较瘦一点那样子。哎呀，到底哪边才是我们家？为什么这边有左边呢？芝麻开门。啊，接下来观众场啦，观众场啊，开跑酷这边走啊，团结一条心了，好，没有了，没有了，惨了，我打不下去了，我打不下去了，好难过，挫折感太大了，那个推下去之后一滴血，挫折感超大，一开始还把标枪往队友射，哎呀。我还问说三叉戟为什么捡不回来？我说三叉戟是不是啪啪啪啪啪啪啪？没事啊，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那个 Lumi 也有可能在射我们，因为我跟他想要拿三叉戟，他都说他射光了，我就想说那时候有一些魔枪大乱斗，有一些感觉很奇怪，我都没有怀疑过 Lumi， 但我觉得现在可以怀疑他了。都我说的，应该都是在封锁我们回家的路。哈哈哈哈哈！回来，哭啊！杰克补好多盒哦。嗯，盒超多啦、啊！你们口挖猛挖，我三十秒才一颗啦。为什么卢米的不算？啊，我有补啊。我们的都没算，这是挖盒、补盒、哦、补盒、提领。我跟阿基。真的，我就这样领了。对啊，因为我们六十超多哎、欸。对，你们我们家还有四只脚的，尽量炸的。你们前期钱超多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卢米可以领，还是白可以领？卢米怎么了？怎么了？是外面商店可以领的。什么领什么？你说钱吗？对啊，对啊，行商岛、哦、有个行商。好难啊、哦！太久没玩都忘了。这好像有点难聊，这极限啊！你还相信他们啊？不行啦，
你早知道护士都给你们了，我刚才说你们没有人要跟我拿，我说好、哦。啊，哎、欸，你干嘛？哦，这是这个方向我摆错了。嗯，对，这还有在跑过去。哦。哦。哎、欸，你们燃烧好会复、哦，我的天哪！有我复了整场，只复了两个。哇！你们的超杀哦！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你在哪里？有一个牌牌，谢谢啊、有一个牌牌牌可以点进来。哦、oh. ，你先，你先。我把这个你有得玩了，这个很好玩，可以玩到我们棺台。我觉得我跳不过去，哎、欸，然后你怎么跳过来了？哎哎哎，牛！发这个，嘿，哪里在哪？这太难了，是吧？你有办法从这个用生存模式啊，那跳这个菌石土上面这边这个站在这个的话，请你吃饭。请我吃饭！哇，哎、欸、哇，你吃饭了！你最近跟钱真的过不去，你不要用破财这样，真的真的吓死人的心脏差点跳出来。这可以按 shift 吗？不用吧。哎、欸，我可以旁边盖一个一模一样的事，你看怎么了？你的心脏怎么了？差点、哦、你看我刚刚说发这个你这跳上去跳进宿舍上面的话，我请你吃饭。然后第一次跳就跳上去，然后没站上去，你没有站上去。对，不是一次跳、啊，这里是这里跳到这里吗？不是啦，没有啦，就是要先跳这里，绕后面的。OK。然后他刚第一次跳的跳差点成功，他跳到这边来，然后自己从旁边跳下去。对，我跳过头了。吓死人！他进过彩喽，有没有彩喽？哎，爸，你从这边跳到对面去。对，哎、欸，不行啊，这不算，哇，真的没了，哇，没有去吃了，没了，哭了，哎、欸，我爸去找那个杰克，去找杰克，然后发这边去吃，哇，你刚才把整个地板全部被巨石跑了，多彩都有，好好笑。白痴什么？那我刚刚原本还想要这样子。哎呀，坏了！啊，比蛋哦！哎呦，哎，你在飞耶！哇，强哦，发！哇，你跳上去了！真的吗？这是我跳的吗？没有，你不是，那是平川。这是我跳的吗？哎，之前那到底怎么跳的啊？我现在都跳不上去，这个高真超难，这我肯定很轻松就跳上去了。对啊，你哭啊！你有续服车吗？你说我好，我以为你是说这边很轻松。哎、欸，我有啊有啊有啊！哦有哎、欸，有啊！巧克力你跳上去，他自己请你吃饭。哦，我刚刚都跳了，没有，巧克力不一样。他怎么你在欺负我？你要跳有巨石土的，你要跳有巨石土的，你要跳有巨石土。你只要跳一次哈基，就请你吃一次饭。你跳不过是不是要请哈基吃饭？我原本就要请哈基吃饭。哇，我觉得这记住是什么？记得那时候玩难的好像还有一些三个啊，三个的 Neo 啊，好烦哦！要看到 Neo 的地图哦，我今天有点肚子痛。大全是这个吗？好像是。这个就很难跳，这也太难了。啊，这跳得过去？可以，只是就要蹭得到哎、欸，难哦，忘了。
你是抖 M 吗？为什么玩这种东西伤害自己？我觉得挑战极限困难模式。没有，这就是巧克力啊！巧克力就喜欢困难模式。没、欸、有过来了，哎、欸，对，他就是其实他其实没有，你就想象他其实是就是你要一个角度，对。哎、欸，怎么？甚至心跳叫，我有河豚杀人事件。没有，他们在玩那个吧？哎呀、欸，哦，有了有了，还是更远呐、啊，我有点忘了。更远？我觉得你说是极限跳，然后要再接那一个吗？对啊，哎、这样就已经极限了。那还不极限吗？这还要转弯呢。他其实反而不是要很转。因为他是要踏那个边边，踩到那个，对，小拇指踩到的地方，叫小拇指踩。对啊，对啊，欢乐 play， 不累不累不累，不累不累，听听姐。真的好难，加两位。哎呦，好难哦！哎，我决定我要毕业了，我从礼拜四毕业了，跑酷星期四毕业了。哇，太难过了！哇，你是不是讨厌谁？你是不是讨厌谁？对啊，你是讨厌谁？发发一来你就说你要毕业了，哎，啊，好像都知道了些什么了。发发，我是这样子的人吗？啊，波波。小心发发冻结记你哦！哎、欸，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超诡异，我这两个梦真是都是吓醒的那一种啊！冻结记，对对对对。然后起来发现，白痴哦，七点早上七点，我这两个小时就要上班，可是我睡不着了，我干嘛啊？你要上班啊？玩一下，你可以玩一下冻结记，他有上班啊，他有上班，他老板啊，大老板啊，原来大老板呢、啊？他开公司、欸。原来啊，有东西要卖那个、啊、人口贩卖哦，我去报警了，我去报警了，先报警喽，报警吗？你要报报警吗？害羞哦，好幽默哦，哎呦，小雨你可以提高他，没关系。那我们这次中间有这个烈焰鬼谷，好，就是会有 boss， 自动有 boss。好，我不知道天哪，诟病玩的模式就是前线占领前线，想办法抢下最前面的岛，就会慢慢加分。好，挖掉核心只是让那个抢下岛的分数变两倍，是这样子的。哦，好，来了，这再不来了就不等了，让我们走起。好，好，不等了，不等了，哥哥。嗯，哦，好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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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钱哦！我们不会回家了，我下面加、啊、加一圈而已了。好，我记得这个要绕一大圈，对不对？这是对，没错。还可以，这还可以。之前有一个欧巴马的更不懂。哦，这铁岭我按错了，直接开箱子存就好了。我对面在跟我们打招呼，嗨。箱子存，我直接先变矮矮人。箱子点那个所有金块，点它就好。驯服特组件。哎呦，我买了很多。我这边吸引了四只，吸引四个人。哎呦，他们都想吃东西是不是？然后做事，我做吸引四个人，他们都不动了，他们都不动了。我死了，我死了。我先把牛排又爆弹炸到他们出来。我今天前面还有很多牛排，哎，卢米回头，太多牛排了，我把铁丢下去了，卢米。真的已经没了，已经没了，连到啊，连到很可怕。亮的才有，亮的才有，好不好？哦，亮的才有，有已经拿了，我不动了。好好好，好吧。哦，来来，外面很多。小雨，我们就不动了吧。那我们就打开你的 Switch 吧。小雨，那太夸张了。那我要先去照片了。哭啊！对，上一场打太多架了，休息一下。还有哪里没有那个？这场换你来挑战。打架，上一场打不够的，打架。哎，一王一王打，打起来。哦，介绍一下，他走快的。介绍一下，中间叫做辅导一王。他会在中间走来走去啊。不是，
他刚飞过来打一下，然后回去，他会瞬移，你知道吗？还没接，路还没接上去呢。他太远了，他会被拉回去。他电光一闪呢？不，他是顺过来打，顺过来打了又顺回去，你知道吗？哎、欸，白痴哦、喔，这边怎么走不进去啊？绿宝要先存哦，记得哦。可能买了吗？能买了吗？绿宝不行，就是铁可以用。我先当矮人，我们两个就等一下。我当矮人了，我在当矮人，矮人，矮人，对不对？是矮人。对，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站。好，那你先站，你先升。矮人，矮人，矮人，这里可以耶，你知道吗？有守护者。怎么有人冲到前面死掉了？你嘞，这么远，这么远，走了啦。有人在跟蚁王打架。哎、欸，我觉得我们铁凑不到、欸，怎么办？我二十二个，二三个。我刚都扔出去给他们了。哦、啊，那你要再等久一点。哎、欸，怎样？你们铁多会干嘛？矿工是几个？没有，我们两个要当挖矿的人。三十个，三十个。矮人，矮人三十而已。矮人三十，三十。矮人三十，好像什么游戏、喔？矮人三十。矮你三十，差不多吧。三十个。180秒，所以一王就输了。啊，180秒，那一王就无敌结束了。啊，杰克，你不要打，反正无敌要结束了。要不是矮人打一王啊？是啊，是啊，马带过来，可以打喽。可以打，可以打。要去打一王的吗？好。对对对对，有一王，趁一王在打哈记，我们就赶快在旁边看戏。好好好好。哇！原来是看戏，不是打他。要打了吗？要打了。要打。可以可以，现在当然可以打。要打哈记的吗？哦、欸，他死了哎、欸！不用死了，我们拿到了。对啊，耶！我要当了。啊，怎么这么快就打完了？哎、欸，还有一只哎、欸，我已经矮人了。他还要等，他有无敌时间。矮人会残体吗、哦？不会，不是吗？怎么会有人已经？可是矮人会有可以有加经验功啦。哦，你说至少有贡献 吗？不行就马上踢，我就踢了。是在教，有人在教。不行就来死啦，大家！不行就来就拜拜了哦，就拜拜很久啦，才来三三哦，闪闪哦，三三来迟啊，三三来迟，三三是谁？好说，三三来迟啊，三三哦，叮叮叮哎，我的天啊！我的兵啊！右边有战神哦，哎、欸，有人来了！哎、哦、呦，他要当天神！弄我矮人快要被他干掉了！我想说，我怎么看到我的队友往天空飞？那你怎么还有矮人头？给你这个。我没有啊，你有啊？你有矮人头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有。我看没有、啊，我怎么两下就没了？哎、欸，注意哦，波波也有、欸。当你关注的时候，他就有了。我量子力学矮人，你有墨西干头，量子力学矮人，薛定格的矮人，快快快，当天来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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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汉风哈，他要干嘛？他要干嘛？想打矮人，他干嘛？他要打矮人，救矮人啊！救，好好，你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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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矮人，我放手，我放手，他们歧视矮人，我们是主打。啊、他只是我们是两个少界台而已，不要打。哎、欸，有来我们家了。哎、欸，那怎么干嘛、啊？你干嘛、啊？你让我秀，不行，赶快。我挖爆，是不是矮人来了？矮人来了，矮人核心来了。矮人核心，一堆人，加分加分的可以买了，加分跟绿宝石。对，有新的了。哦，是要更多的铁、哦。旁边又有人来了。存铁，存铁。哎，又不要再挖了，不要挖。左边，右边。哦，卢米你好强！哎、欸，卢米你哎、欸，给你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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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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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巧克力给你，他无敌还没结束，他无敌还没结束，他又跑到我们家了。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啦？好疼哦！他本来就可以进进出出。哎，又来了，又来了，穿中了。我去打这个，先把他们打掉。哎、欸，小我被那个野莓刺死了，白痴。也没只缓速，它不会动。他把我刚刚他从中间，我把他推下去了，把他推回来了。加分岛有放一个哦，可以补哦。睡矮人，睡矮人，谢谢。我是水水水矮人，水矮人，力量岛被挖喽。一只巧克力宝，我去升那个哦。有人哦，有人哦，有人哦。力量岛，力量岛，力量岛，来！现在绿宝姐姐，绿宝可以花了，各位，绿宝可以花了。力量打回来，没有力宝。哎，矮人被打死了，杰克。哎，蚁王可以打了耶。我没办法，赶快打他，打爆他。哎呦，不行不行，再70几秒。还没，还不行吗？他都要去自杀了。哦，自杀统治哦。
他刺杀、哦，对，他就刚刚被重置了，他怎么想到的、啊？因为刚刚被蚂蚁推下去了，被蚂蚁推下去，被蚂蚁推下去了，被蚂蚁推下去了。哎，爸爸，别动！嗨，我不动。来，回头给你。嗨，哦，碎啦！存起来，存起来，存钱，存起来，存起来，把铁通通存起来。有的，有的，还不够，还不够，谁在那边领铁？啊！快点，快点帮我啊！有人在起来，我们加分的，还没分。哎，又被挖了，又被挖了！送你加分是不是？可以用绿宝，不要用铁、啊。很多人，他就你一本。哎、欸！救命！救命哦！打到死光了，我要死了！为什么？很多人、欸、很危险 啊！死掉了。先进来，那个记得左右都有力量岛可以踩一下哦。好，发挥大家的跑啊！我来当天使，中间好多人哦。你现在当天使，你又克不了谁。哎，重点是绿宝那个不是铁，先不要用铁，先不要用。先别当职业哦。啊，他自己掉下去了。有一点八，一点八，一点八，下去了，下去了。刚敲到你的头，突然铁停下来，笑死我。下去，龙头接。耶耶耶！一点八，一点八，烧死了，烧死了，烧死了。啊！他有装备，他有装备，捡一下。哎，跑跑跑跑，你好强哦！欸欸以往不要，我想当天使，我怎么把他们都打死了？不要。以往不要。有。今天想当天使，又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哎、欸，王不要又过来了，六十秒。哎呦，又有人来了。OK。哎呦，又来了，小雨你后面小心。高塔，以往以往我没有，我没有要打你的钱。过来，以往不要，以往不要，以往不要，不要，以往被听住了，以往。他一直在听我。以往不要。不要在绿色地毯旁边啊！我打。踩到绿色地毯会有不好反应。有人拿了，干嘛？又是你？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哎呦，怎么又是他了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小屁雪。哎呦！以往不要，以往以往来了，以往可以打了，以往可以打了。十二秒，十二秒，十二秒，十二秒。他在偷打，他在偷打，以往以往揍死他了。我们家的西瓜有问题，吃西瓜。哎、欸，有人要偷，有人要偷，有人要偷，先把不可以偷，不可以偷，看不到矿龙魔啊，看不到黑的，哇，大混战哎、欸，看不到谁是谁了，超神超级超级超级，以往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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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应该可以打喽，路米这边，以往在哪里？他们也在趁乱打，好黑好黑，上来，哎、欸、有那个，杀掉，跟。啊，谁是矮子？那个可以补一下，矮子，矮子，矮子，哪里？好强哦！哪里要补？哪里要补？矮子来了！我不是在说你啊，你干嘛自首啊？我已经不是了。你说力量岛吗？不，前面还蛮多个都被挂掉了。好的，我又来了。哦、他下去，他下去，他把我们叫了多久？150。然后矮子有点饿啊，还久，矮子有点饿。哦，等到爸爸，爸爸好像有160吧？爸爸有160吗？我没有哎、欸。哦，我是矮子，那我不是最矮的。不是你，你有160，你哪有呀？我162哎、欸，真的假的？你好高哦！你好高、哦，你也太高了吧？我162，我不敢。为什么长高了？我一直都162，好不好？你为什么还可以长高？你是睡前都多多、欸、我大学的时候还长高1公分，超爽的。哇！你凭什么？跟鞋吧？没有。垫脚尖吧？你凭什么？鞋垫比较厚吧？不是那个尾巴插的，他们来，左侧。加鞋垫就165了啊，开玩笑。鞋垫3公分呢、欸。没有力量。不动。哪里的力量需要？最左侧。放了，是有人右边，过来啊！下去了啊！蚂蚁几公分？165。哇！那你可以跟小雨说，矮子，给我放，对，给我放羊毛。没有，我是普通矮子。还有更矮，加里奥。哎，中间啊，这谁啦？偷啊！没事。
160以下都是宝可梦不是吗？不是有人这样讲吗？这个形容词那么可爱，哇靠！那你怎么也吃下去？哎呦！绿宝石那边，音乐加油！一翁去打他们，他们去打他了，王去打他了。我只拿到红队核心啊，为什么？打我，我刚刚打了你都有一只掉哎、欸欸，有个隐形，有个隐形，都有个隐形，有隐形哦。红队核心的，我打他们的人拿到红队了。哦，我也是啊。那个他们前右到主导还哪里的话，就会掉红队很近。哦，真的假的？哦，你怎么又在这里了？那他们进来，进来再杀掉他们，对，养肥他们，养肥养肥。哇，被烧死了！被挖了是不是？我来了，我来了。本金那个怎么都还没出现啊？十八秒，商人，商人900秒。现在才750，九百秒哦，看错看错。十秒，中间哦，激光有，但激光也要干掉。波波，你帮我把这个蓝队的，我打激光，激光一个，有。这个，特警救援，往那边推，往那边推，往那边推，波波，往那边推，波波，往那边推，波波。那边，我只有，你是不是不会推？没事，你不是很会推吗？你是不是不会推人，只会被人家推？哈哈哈哈哈！你要打框框，你要打框框。哎，家里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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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碎的。谁打未满160的？什么？我满160的，未满160啊，满未满160。哦，160岁啊。对的，矿工不是都很长寿吗？没有，是，所以你又老又矮，矿工，又老又矮，太伤人了。有隐形的，有隐形的，有隐形的，强哦。隐形？哎，没有隐形，对面没有，没有两颗血的。我刚刚看有一个拿铁剑，然后哇，用突破血量来判断。我刚刚是这样子啊，是作者，我的天啊！哇，作者那个两颗星哦，矮人。他自己跳下去了。完了，马上被你往前冲了，哇，好飞，好高。所以我们家的矮人就掉繁星。毛对，现在。蚁王加油！我是172的矮人呢。转职，你那个世界线矮人比较高，真的。那正常人应该就侏儒、哥布林、180、190的哇，哥布林哇，跟鬼一样。对，小雨是哥布林哎。对，好，我会掉钱哦。我的天哪！有人跳进去家里了，跳进去家里了。来了，下去了，谁？哪里要补？哎、欸，没事，他没破坏到任何东西。我也想补啊，我身上好多。好，那我们去挖他们的好了。枫桥连接我到，他们来了，上来了，我去领绿宝，我去领绿宝。苏贵，我买了。厉害！哇，我烧死了！我去买战神。哎呀，我的北极羊啊！啊！你的北极羊吗？你丢吗？哇，好暗哦！要怎么丢啊？有人，在那个左边，地瓜岛的上方。地瓜岛，现在上面，现在他们在上面。找不到西瓜岛，问他记。哭啊！哎，你知道都在哪？我在被消费。啊！哭啊！哎，他有一个特别了解吗？他有一个好，没有，左边需要核心哦，左边来了，家里左边，嗯，有一个放了，放了三个岛，我放了，来了，哎，我要放的，这是我要放的，是我要放的，我放完了，是我要放的，各种附魔啦，不再努力了，给你小雨也可以啊，嗯，对啊，会一点点，就二维，对，我可以再变矮一点，Hello。我也笑哦，又先生，我有打了吗？我手一堆扣血，巧力的对，一颗血的哎，他们怎么会扣血啊？他们怎么液晶？有人在跟我打吗？扣好多，还是要被蚁王做啊？蚁王走开了，哇，你直接，我就臭啊，我就蠢啊，
不然怎么死？欸、他今天要火焰保护啊，好啊，火焰保护，你这样就很耐烧了、欸。啊！算了，我不让你烧起来了，烧烧死了。他还有几秒啊？136秒，上他，所以好久。你可以在岩浆里面游泳了，我还有深海漫游。赞呢！原来深海漫游这样用的树啊，我们是还要在一个书柜岛。左侧的力量岛有抗性二哦，耶、yeah ！我都忘记怎么走上去。怎么？你又忘了什么？怎么走上来？走路都不会？对啊，我都用飞的，都用飞飞。本机，我看到本机用外挂，它飞上去。哎呦，我抓到了，你都跟波波一样用飞的。对啊，为什么你用飞的？我要跳下水啊。哦、那上面有什么好宝？蛮不错的、哦。哇！飞飞飞飞飞！哎、欸，中间了，要爆炸了！我爆炸了！魔魔枪的例子哦，那一看就觉得很可怕、哦。这边五个人这样，全部挤在这里。有没有多的？在等经验。有没有多的那个啊？青金石。嗯。谢谢。我这边有三个，你要吗？关系，他会说不要，他会说不要，他都这个，他是这种人。不要，不想要。为什么？就是要问啊，然后给人家给他就不要啊。阿基，哎、欸，你好，是草莓，随便。来，给你。这水饺好不好？不易。在哪里？来，交换，交换，丽丽对。这边好不好？不易啊。交换，交换。这边好不好？不易啊。那吃什么？随便。麦吉啊。很烦。都不够好。是要先吃我还是？太好了吧！你可以在岩浆游泳哦。哎、欸，书柜的小心。太难吃了吗？哎、欸，他不见了！我看是他有啊，看到看到看到啊！飞蚁王，奇妙水哇！还请有没有一个武器？我没有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杰克的蝎子，不死克星哎！你要打蚁王吗？打蚁王，那蝎子还我，跟有没有盾牌多的？你的盾牌家里有盾牌用来谁啦？你为什么一次拿五个稿子出门？啊不是买就一次五根吗？没有，你可以你可以拆开、啊、三箱子啊！啊，我就一次想要用五根稿子一起挖、啊。好，可以可以。不要五根都丢啊！别人效率一，我五根稿子效率五了。蚁王可以打了，蚁王打了，效率五是这样。蚁王可以打了，哇！蚁王。来了，中间箱子好啊！好费。你拿中间的箱子弄的。蚁王怎么重置？啊！刚刚是不是死过了？刚刚是不是加分了？你会推下去吗？这推下去了。哎、欸，他们分数也蛮高的。哦，刚有一个五百分。啊，去问他们。可恶！有人在那边站高高射弓箭。一万。有一把只有燃烧的。打家用什么职业？打架二号或五号。哎，二号问五号，你在讲一号了吗？摔死了，摔死了！二号、五号职业，小市长选举，小市长选举。五号就那边，家里有蓝蓝的，家里蓝蓝的，家里有个蓝蓝的，跳去。啊啊啊！你好凶、哦！哎，我摔下去了。哎、欸，反正总在这里，这里是我在这边吸经验，我在这边吸经验干嘛？我要赢在气势上。他高阶附魔那边一次经验会比较多。哦，是啊，可是这边他会跳，他有都会直接跳一等，对，加兰卡贼，小的不会，全歼，没关系，不会分散的、哦，真的假的？谁骗我？只有青金石会分散的，是的，哦，哦，有人又偷偷进来了，他们很快，那你就偷偷把他打死，你要问他，偷偷把他们打死，回去了，这个圣诞老公岛是干嘛的、啊？永稳，就是力量值好多人哦。哦，一秒钟，我复发力量25了，一秒钟。高台上有一个人，一级必杀的那个，嗯。哦，他超级退的，他所以有人在那里就不要理他。哦，哎、欸，我怎么这么黑？我家里蓝蓝的，家里蓝蓝的，家里蓝蓝的。那这边掉一堆黄金砖，这是正常的吗？我丢的，你也不能干嘛？那你可以做的黄金圣斗士，黄金衣服。对，因为没有苹果。哎、欸，主导是不是被打了？
没有啊，出逃没有？有吗？哎、欸，我刚刚有人靠比较近了、啊。对，我不知道啊。欸、那个冰块头超级抗击退，我的天啊！哎呦，你怎么突然打开那个冰块头？锋利四千给你，要不要？好啊，那给你啥？原始的。我云月爸爸，真的，你一般的。伯伯我不是一般的，你这个来来来来来，好，你丢丢了，我要退两步，有了有了有了，冲啊，方法冲啊，真的吗？要冲了，好 ，Go Go， 干嘛要冲了？哇，一王在他们家，哇，这里怎么岩浆？修啊，修等等，哇，只有几颗也太废了，我怎么没有他们的稿？我没有家里的稿。你也有吗？啊、我的稿怎么不见了？我没有带稿、欸，怎么大家都没有稿？他们家里的箱子，我先撤。跟那个杰克拿，杰克出门都带五把稿。没有，我现在没有，我现在身上没有，我手中毒了。没有屁娃。我先去了，可恶！哎，麻烦你就跑。我不知道这里有稿。跑步训练班。啊，不行。你们可以打了吗？对，他已经被我刚刚重生过了。哎、欸，全白光了，打了，哎，又摔死了。我给你一只稿，哎、欸，你人呢？我给你一只稿，我没人了。计时155秒，我回家，我出门都带五把稿。好，嗨，蚂蚁，计时140秒，9545，那个有人缺稿吗？我有45个。你叫西吕帮你计时啊。到底要带多少稿出门？那个加点，加一口气给啦，白痴哦！加点介符盒可以放稿子啊，这样我到时候合金。好好好，介符盒放稿啊。对啊，到时候就不会找不到稿子挖东西了。嗯，我为什么我怎么突然等全都是稿？太多了吧！挑挑选选，挑挑选选，想要哪一把？哎、嗯欸，干嘛、啊？掉了，人在打，人在打，人在打。哪里？杰克，杰克，前面这边。跑走了，跑走了。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这里，这里，这个是好的，所以哦。他已经走很远了。那叫什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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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中间岛不能站太多人啊。是西瓜岛。中间岛站太多的话，就会等到太多人就会中毒，然后会有地量灾。啊，虫虫在家里面也会吃到。对啊，我们在家里耶，是全队哦，全队、喔，全队有。难怪我想说，为什么中毒了？一群人挤在那个附魔，然后所有人一起中毒，超对。哎呀，这里这么好多人、喔，快快快快快吧！你要干掉，干掉，干掉，干掉！如果你很开心，你就拍拍手，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就走啊，他就走啊！我好，你走走走走，冲啊！冲啊！家里有人冲进去了，家里有人冲进去了！来了来了来了！完蛋了！来了！对！啊！多一个！太毒了，太毒了！也是多余的那一个。哇！最后来矿工的血很少，矿工不然被毒毒死。哦，因为这里有点多。哎，鱼那边在嘴炮，在嘴炮。鱼在嘴炮，鱼在嘴炮，鱼在嘴炮。我们困在角落啦！我们不是也 OK？ 他嘴炮结束。这边好 peace 哦。鱼在嘴炮，打掉，打掉。哪边有 peace？ 有人直接拿爆弹来的话就不 peace 了。真的。我们有小雨的头。小雨的头。这里还有西瓜岛，我们可以占他们西瓜补血。哎、欸，第十道，第十道了，第十道，一王，哇，你好设计，一王在他们家，好了，走，一王解说在他们家。啊，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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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我不出门，我在追我，一王在追我，再也不出门啦，一王在追我，你们这样打，碎碎碎，是我们打吗？好像不是，被蓝队投杀了，对。哇，分组进了！因为后面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力量，后面一个力。我刚踩过，刚踩过，刚踩过。啊！哎呦！力量我们的，就这样去踩力量我们的。啊！你们有很棒的青金石吗？没有。我这里有，我有很酷的。我刚掉一个蓝色，有普通的青金石。哎！我需要很酷的青金石。那多酷！谢谢，悠悠拿到了。他卡住，他卡住，都打我。
喂，剁剁来啊！哎，呜，啦啦啦啦啦，下去下去啊，下去啊，下去啊，水哦，宝宝。谢谢，我知道我很漂亮。有人偷偷进来了，发好等牌分数了，同一个啦。你跑太快了吧？怎么都是这一个啊？这个很难砍的。好，有了。他没有一个，看到看到一个绿宝石了。哎，在前线大杀特杀，好，加油，好的，哎呀，你们可以来啊！不行啊，你要怎么没有血？我们会被来了就不要后退，我会被终结技，你要被终结技打我呢？哎，我怎么捡到一个蓝队核心？哎，你这个靠太近是不是？嗯，我白痴，你们偷偷在这里。等一下，我什么？我打着打着有一组绿宝石，我要回家了。为什么？对啊，这打人好像会掉绿宝石。这么赚？我是绿宝石，打一打就掉绿宝石。我走了，我这还有波波。我走了，我走了。他们，你波波，你再等个几秒。你，我再等个几秒。那你，我这边你一个人跟三个人玩，来，有点嗨。哎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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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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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走，你可以吗？哦，我帮你。谢谢。哎呦，我刚被一个击退击飞远。我在哪？怎么烧？哎呦，我被推来推去。有，我先退哦。你可以吗？快走快走，以王的嘴炮，以王的嘴炮，哇！我死了。我的剑掉了，我的全身喷光光。没有啊，你没有全身喷光啊。我身上其他东西，哎呦，对，我帮你捡回来。你也太安心的看我捡，你也太夸张了。因为我进这里太多人，很可怕。你后面有个鬼。嗯，在哪？你在哪？我们在西瓜汇合。好，有西瓜剑。西瓜剑。西瓜剑。那把不是刀吗？宝山油。剑风是燃烧二，风是击退二跟四很强，你把人都打飞。哇哦！是没事没事，我懂。欸，以往是不是被打死吗？嗯，好像是，我泼他一下。对，几秒啊？173。哎，前面打了160秒。莫名的有三组绿宝哎！打他打他，就打他死啊！钱很多，所以我才一直跑啊！太多钱了！哎，前面要不要买一个行商岛？没事啦，都一直跑回家，好远，好远啊！哎，金苹果吃到饱了！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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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投射！右边有人，右边有人！我去找他。左边有力量岛啊！哎呦，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哎，他是冰块的，他很难那个。哎哎，里面小心哦，里面小心哦！大家 Q 一下牛排，我要把牛排消失哦。好 ，Q 了，三二一，牛排消失，让他们饿死。Yeah. 很多金苹果哦。哎、欸，原来没人跟我上来打哦，我的天。小心补个血。哎、欸，家里有人滴滴龙哎。哎，有一个。滴龙有，滴龙啊。有个隐形，有个好远呐、啊。家里有个隐形、哦。我的鸡腿。隐形。有一个两颗星的，有个两颗星的。有人要打蚁王吗？哎、欸，哈基，这把给你打蚁王好了。嗯，好啊。蚁王交给他，这样他会叮叮叮。来来来，这个。对，还有九十多秒，还有九十多秒。负一个，负到这个580属性的。哦，好强哦！打不到，我的衣服没属性了。哎、欸，好，我要帮，那我跟你换，我跟你换。啊！我捡到全装。嗯，你丢哪里？没有，我直接负一个新的。来来来来来。氪金没有用啊，他们上来是不多啊。我直接嫌弃对方喽。你来帮忙发光一下，捡东西。耶！你的斧头给我，有11秒。耶！挖光了，挖光了，挖光了。没有斧头啊！占领前线啊！没有。砍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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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蚁王飞过来，蚁王飞过来了。他好像卡住了，他卡住了。家里有一个，家里有一个。
啊！我的头，痛好痛好痛好痛！你快跑，小李！痛好痛，我没办法跑，我整个在这边绕圈圈。哎，我们都跑到了！哎，这个坏人！哎，来了！按摩按摩按摩！不是以往不要追我，拜托我选手要摸我了。哎、欸，我血忽然间好少，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有氪星？我倒了，好不？全没了，好不？哇，中间是中间那一个吗？发光的那个，真的对。王一王，一王一王可以打，一王可以打了，一秒可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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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一王在哪？一王在哪？我看到在中间，我觉得动不了，动不了。我觉得你动不了，对啊，他打我，动被电了，被电了，哎呀呀呀呀，死！厉害厉害厉害！一王刚刚在那个，还是计时170秒。他捅我装，算了，下去吧。我把装放在那里，就重新计秒。设定码表，用一个码表好了啦。对啊，对，我忘了，忘了用码表倒计时。家里又有一个，哇！看这个。哎、欸，他死了吗？哦，还没吧。他飞好远哦。再这么一个，看。保护室哎。河啊。哎呦。哦。这边怎么这么多这个？我来试试看这个。哎、欸，我们有偷摸到我们家右边。又摸到我们家、欸，那个辅导博士直接走来我们家了。好赞哦，快跟他买东西。哎、欸，我没有斧头，我拿书啊。你当斧头啊？哎、欸，雨月，雨月，砍了他！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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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去啦！来，赶快，我把另外一个打下去，另外一个打下去。月月，没事，掉到家里面可以东装备捡回来。对对对，等他掉我们家。吸吸吸，回来。还有辅导博士，开心是一。我的风力山，风力山，你可以小心哦。哎、欸，他们把那个风力色，他们把油打下去是不是啊？又重来了吗？他们把油打要重来哦。没有没有，怎么出来？怎么出来？还在还在，他还没死、啊。哎呦呦呦！谁最后来？谁最后来？对不起，哎。小雨吧，来小雨最后一个进来。谁是多余的？我啦，我啦，我啦。哎、欸，我以为要五六个人呢、欸，四个人就太多人了。超少。不是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吗？对啊，不是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吗？所以免费就要吃毒啊？不是啊，他是全部的人吃毒啊。大家吃毒。太坏了 AA 嘛，大家平分嘛。你是说免费还 AA 制？是不是博士来了，博士来了，博士也不能干嘛？那个博士很累，博士可以买那个消灭岛屿的装置啊！不不，我们笑他，笑他，哈哈哈哈哈哈！有有有有有有，你刚刚超超疯的，我只是看他而已。露米是不是又来了？你又在附一堆衣服？他我没有啊，我想说有附的全部都是衣服。卢米那个才真的是三个同心，而且你要保持血吗？好啊，多打。哎、欸，打打打打打！有在哪里？哎哎哎！救命救命！哪里哪里？你怎么直接跳进眼睛了？你往在哪里啊？跑哪去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宿舍宿舍，他跑哪去了？跑出去了，鸡没喷。你往跑回去。啊哈！他们打死了。哎，天使。天使二星啊！在计时，被他们引到他们家去了。对，计时160秒。好，再天使，哎，会不会你够了没？你今天要再 fit 一个？天使跑好快 ，Siri， 哎，干掉了！哎，鸡王打他，忍耐了，揍他！以后不要看我啦，我又没看嘛。他很喜欢你，很恐怖。那个有人在他们这吗？没有，没有。啊！我在打群架、啊。在打群架。我把遗忘带过来。
好，来杰克，我们一起上，双重忍耐，双重出击。你是独角仙，独角、啊、放个力量，我放个力量。哎，放分数岛好像可以放哎、欸，放一颗。谁在上面射啊？我要去打他。啊、哦，是你哦。你可以上去打他。瓜仔完全没空下。我打你。又来。我是不是他杀的？真的。我打你。吸走，吸走，吸走。哎呦。B C D E F G， 那我很老碎啦！哎，真的真的很会忍耐，我的天，真的很忍耐，真的很破了破了破了！死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太多了太多了，我太多了，我是我，求死你！你都是多余的，怎么有这个东西？我现在才发现，这个很棒，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超棒。什么东西？这个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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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吧，那个岛没有，那个岛不用去。那个岛很强哎、欸，为什么？这个岛超棒，你看那个建筑，哇，超棒的建筑。西瓜岛比较好。可以放吗？可以放吗？我没有，我真没了。华为没有。我有核心。我们在敌方家，我在敌方家。哦，你们在敌方家。我在敌方家。在敌方家。感觉我感觉要赌了，感觉要赌了。哎、啊、呀，赌了！一两三，一两三。哎呦，遗忘在家，没事，遗忘在家里，遗忘在家，三十秒，好好 ，go go go。觉得是多余的吧？蚂蚁冲，蚂蚁冲，蚂蚁冲，蚂蚁冲！不要这样，哎，别这样。蚂蚁来来来来来，哈哈，十四秒四，哪里可以盖？哪里可以盖？啊、你想盖哪都盖哪，想盖哪都盖哪，这边当自己家再盖。好的。哎呦，我猜到他们的那个可以放加分了。来来，我狂放狂放，加分喽，加分喽。他有一个是冰块、哦，冰块的很坦。没有没有没有，加分还没加。有、欸。中间中间，他们前面最中间那个要放。中间。哦，好好来了。对对对，这个妈妈这个。附魔了，不要附魔了，不要附魔了，不要。啊，现在他们就有力量了吗？要小心哦。我的。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啊快跑啊！我要帮你，你可以来西瓜岛，西瓜岛会回血。西瓜岛，我们分数怎么了？我们的分数怎么了？我是这样跳啊！因为有放那个啦，我的天！这个模式，哦，就是你半点前会跳分，但是他们现在全部都有力量，对，他们力量越来越强。难怪我刚被打一下，我就直接吸口跳，直接死去。所以我先走了。怎么把它挖掉？气死我了！你挖不掉啊！你挖不掉吧？我忍耐，直接忍耐不住哎、欸！我的天哪、啊！他们没拆掉哎、欸，他们到现在还没拆掉。没拆了，就是要结束了。拆掉了。拆掉代表可以打他们了吗？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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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午一下就被 K 掉了，我的天哪、啊！我把遗忘带回家。那他现在走不出来，打爆人家。他只要剩下六十秒，还多久才走出？哦，真的假的？哦，真的呢。对啊，他一般的都会说。你是不是作者？不是啊，我就是被他说呀。很清楚、啊。我就站在中间，他就一直走过来啊，我也不知道干嘛。怎么都亲身经历过？有了有了，他走过来。啊！要死人了！亲身经历过呀！哎，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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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的嘴炮，好、啊、没事啊！欸、我被嘴炮到了，我也被嘴炮到了啊！我装备少好多件哦，哭！你直接掉在哪里？中间吗？还会掉？对，在中间，在中间。你直接少了那个哎、欸，鞋子跟妹妹。中间应该可以捡。哎呦，一分钟。哎呦，我看到，我尽量吸武器啊，应该有一个武器而已。那个啊，走错来了。杰克西瓜岛会面。好。看不到啊，跨步啊！我在你后面而已。为了能让我被遗忘多打几下，我的血已经打回我们家。我也被，那就这些。他们来了！装备都还有。对，我刚刚有点到。来着，我又想挖了，辛苦他了，我放回去了。谢谢。家里有一个，好、欸，他超坦的，哇，好难打，他把他站在上面，把他踩着。哎、欸，那个我
右侧右侧，哎，等等，旁边旁边，哎，很多很多都进来了，都进来了，乱动了，哦。一王可以打，一王可以打了，被一王冰了，还有9秒，九秒，还有七秒，动不了，动不了，好冰啊！我来帮你，我在前面做了，你们尽量来。我先挖掉，我先挖掉，你们你们慢慢来。我们后面还有一个人，有一王是吃哎，我们的还敢放，还敢放？哇，我有人在后面丢超丢炸弹，你坏坏！多一个，多一个，右边可以帮忙补一下吗？求我啊！哎、欸，我有右边，对，右边、欸、绕到我们家后面呢、欸。为什么在后面、啊？是不是我们家正后面？哎、欸，雨月，哪里？这里，只剩那个、哦、最后一千分了。好，最后一次，最后冲刺了。在这里啊！哎、欸，你看那个遗忘。哦，有人在那边爆炸，有人在爆炸。哎、欸，小雨，小雨，你变冰块了。我刚走出来。天使，我忍耐，天使抗性没有用、啊。他为什么在这里啊？我要爸爸，你跳下去扁他。好，再去自杀，装备还是会在我们这边。对，啊，碎啦！好，爸爸，你赶紧走，好快，碎啦！小心啊，小心！你在他们家？嗯，Bobo 在西瓜最右侧。好，有看到了，看到了。你缺哪一套装？哦，哎，换你们看不到啦。有来小几个摆，我摆了，我摆了，几个摆。哎、欸，我忘记他们有力量，我把那个前面直接刀摆了。你又死了是不是？你在干嘛？他又想要忍耐。是，我的前面遥远的跑过去，然后被捉一下。他在挥那个木木，把他挡住，他就挥不了，就直接可以，直接打我一刀。忍耐，我怎么不怕？啊，哎。他们有些人在怕遗忘，武器的遗忘，遗忘不要，不要，我被盯住了，遗忘不要，我走了，拜拜。真刺激啊！终于可以动了。哦、有人去家里的方向哦。好，我来守护他，守护他。我来你是不是间谍？不，中间中间。再打死一只黄月影哦！带你加倍哦，带你加倍哦。哎、欸，哎呦，哎、欸，被挖了，被挖了，被挖了，是谁？是谁？哎，有人在挖自己家，是不是？没有啊，我们家被挖，我们家被挖了，真的被挖了。没有，我们在加分，在加分，我们在加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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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分。被挖没关系啦，疯狂加分啊！没事啊，疯狂加分就对啦。我都忘记他们放那个上面都会那个疯狂。你直接忘记两次，你两次都在外送啊 ，biu biu。我在想说杰克放了，我要挡一下，我要挡一下，不要那么挖，就一下直接跑了，直接跑，不用打鱼王了，不用打鱼王了，自己。好，鱼王结束了，鱼王结束了。哦，好累哦，玩这个游戏。哎、欸，本集怎么没有杀人？哎、欸，哦，我下面把他打掉。把他打掉了。ACPMO， 等一下，我调一下。是谁在欺负他们呢、啊？对啊，这个题很多哦。哦，我要救，我要救小七。他人数64个，64，全部完全那个忍耐的，然后在前面那边砍，完全不会。真的强哎，扣不了很爆砍，对。而且感觉那个燃烧也是触发那个忍耐就可以持续了。没有燃烧没有触发，燃烧没有触发，那应该就是他们打太快了。1.8，太多人一起打了。太多人一起打，太多人一起打了。对啊。还有那个枯工也会帮忙射。枯工也不会触发。哦，枯他只玩家会触发而已。好像玩家在前面狂打都没在扣。好猛哦！自己人杀自己人啊，这个人哦。他自己，对啊，看到了，其他的人对，休息啦，休息啦，辛苦啦，休息啦。我觉得那个忍耐啊，要不要加一个，就是正在无敌的时候发光，这样子比较好、欸。可以啊，可以啊，比较稳，比较容易知道，比较好观察。对，他是在忍耐。其实单挑的话，你很好打掉忍耐，你就抓那个时机，但是。人多就会很乱，对，
你要讲一个孤狼的相反啊。我把电竹打坏了。好、拳头那么硬啊、打开了，抱歉我不回去了，辛苦啦大家，拜拜。好了，那待会是要跟杰克去录影，哎、欸，那之后是录好像有七八个人一起的影片，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应该也是录影啦，哎、欸，好好照顾身体。有啦，流鼻血是很，其实很多人的体质是容易流鼻血啊，我也是啊。小琴在干嘛？你看，好啦，那就这样啦，小七被我关台。好，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小七，拜拜。嘿嘿，很可爱。小七在打字，不打字哦。等一下，这个广告。就是。啦，要录音，那晚点录完，搞不好有深夜台哦。我觉得人王有点毒，我应该是会开台玩一下人王。好啦，就这样了，各位拜拜。